说色儿不一样也。哦，枪哎，烤枪没打过你。为什么会有墙呀、啊？你也可以扔墙。我空中接了一个刀，下去边跳。这有二十下。啊！我怎么突然变成那个？他好像是我捡中间的武器。什么让我离让我们离这么近都打不死？哇！我靠！笑得贼开心。他的枪相当于作弊了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速度特别高，速度特别高。对啊，你看吧，就是死的话就没了。对啊，我、哦、刀一直没收回来，刀还要收回来。对啊，不然你按了 RB，RB 是丢刀和收刀啊。好、哦，传送走了。传送锁那个人，我刚刚一直想出来，然后老打我。什么传送门？它就是上面会有一个那个漩涡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谁那个颜指定颜色的那个出，然后是个出口，你往那跑就对了。我在跟你解释呢，然后你看到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，现在是你的颜色，因为你打我打赢了嘛。然后只要你出去就行，然后如果我。我被你收回来的刀打死了。啊！自从你告诉我这些，我的目的就变了。他那个是通的，什么东西在玩？通的，通的，你往下掉就会再重玩上去。啊哈！那
刀回来把我给打着了。嗯，他就跑过去啊，要贴着墙壁才能敲第二遍，墙我都上不去，逐渐认真，就是这个，他上下就通了，不会，啊，啊，这个样子，我有刀呢。我把自己杀了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老死？我不知道呀，陷阱。只有你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把自己打了。成两个双双暴毙。